在南方，刀成肉身，末世基督显现做工，发表真理带来审判，亲自做工拯救人类。有喜有忧太正常，有说有笑太实际，道成肉身意太深，让我们看见实际的神，见到全能神，看到真荣幸，赞美全能神，淋漓真舒畅，敬拜全能神，心里的享受，认识全能神，不忘活此生。是神显现在肉身，亲自成全爱神人，说话发声无恙种子民，将真理生命赐给人，神话与解释或全面，都为洁净拯救人，神的审判刑罚，看见神的圣洁公义，为人先受苦，体谅人软弱，话语供应人，使人得开启，嫁给人信心，带给人光明，不足人缺钱，受之苦身体长，人受刑罚身陪伴，时时为人生命着想，唯有神最贴心，默默忍受七绝苦，与人共度患难日，带路先锋，全能神形象激励